天山、昆仑两座神山的怀抱里，风雪来得更早。长达七个月的冰雪期净化着这片地域。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和风雨侵蚀，造就了极致的线条。寒冬藏起了绿林和鲜花，令新疆本身的色彩更加纯粹。不被打扰的静谧一直蔓延到沙漠。古老的胡杨树千年不倒，屹立着生命的力量。自驾爱好者在这里找到天堂。迎着风雪和天马竞技，驰骋到更远方。相信童话的人在这里相遇，写下新的故事，比一千零一夜更